迎来到风华绝代，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佳楠，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老夫少妻在娱乐圈的夫妻中十分常见，刘诗诗和吴奇隆两人尽管相差17岁，却也携手余生，如今一家人的生活十分的幸福。相比之下，吴奇隆的前妻马雅舒就没有那么幸福了。当初她为爱嫁给吴奇隆，却因为不甘寂寞，婚内出轨老外，导致婚姻破裂。离婚后的她嫁给了第三者外籍老公，当起了10几岁孩子的后妈。而这其中的辛酸苦辣，或许只有她自己品尝了。不过在说起马雅舒与她外籍老公之前，还是要先讲一下她和吴奇隆的爱情史，也曾羡煞旁人。两人因为拍摄电视剧《萧十一郎》而相识，当时吴奇隆已经在娱乐圈里面小有名气了，马雅舒却还是个不温不火的18线演员。直到她和吴奇隆恋爱之后，才有了话题度。见到年轻貌美的马雅舒的第一眼，吴奇隆就对她动心了，主动发起了攻势。戏拍完了，两人的爱情也水到渠成。两人在一起5年时间里，吴奇隆曾经历过事业的低谷，也是马雅舒在背后默默支持他，鼓励他，还在他事业不顺的时候毅然嫁给他。因为父亲做生意失败，13岁开始，吴奇隆就开始赚钱为家里还债，成了艺人之后更是不顾一切的还钱养家。20岁的时候，吴奇隆每月就背负20万的债务，只能拼命的接戏赚钱来摆脱债务危机。花了12年的时间，吴奇隆才是真真的把家里的债务给还完了，然后才开始了自己的生活。说起来，吴奇隆真的很惨，他含辛茹苦地为了家庭还债和付出，但是并没有得到家人的感恩和理解。母亲在吴奇隆和刘诗诗结婚的时候，当着媒体的面提他的前任，他的哥哥弟弟在他艰难赚钱还债的时候，却嘲笑他接的是烂片，而他的父亲并没有因为一次亏了就收手，依然还在不停地投资创业。摊上了这么一个家庭，也难怪吴奇隆在和刘诗诗结婚典礼上会说自己不止一次地埋怨老天对自己的不公。好在遇到了刘诗诗，遇见了幸运，在亲情那边受到的伤害在爱情这里得到了弥补。我也不止一次地埋怨过老天，以前我老怪他，说他对我不好，因为他把最好的全给我。说回马雅舒、吴奇隆这段婚姻，结婚之后两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事业拼搏。在两人结婚第3年的时候，马雅舒就被拍到和外籍男友私会，之后两个人就离婚了。离婚后不到1年，马雅舒就嫁给了这位外籍男友。吴奇隆和马雅舒这段婚姻维持了不到3年。关于马雅舒和吴奇隆这段婚姻到底维持了多久，其实一直是一个谜团。因为马雅舒的二婚速度之快，以及婚内被拍到无可狡辩的铁证，他只好在离婚时间上进行了改口，表示自己是在被拍之前两个人就已经离婚。马雅舒到底有没有婚内出轨成为了疑问。而且认识马雅舒的时候，养老公罗伯特同样有着家室，离婚后的马雅舒带着分手费扬长而去，隔年便嫁给了离异带女的罗伯特，没多久生下了一双颜值超高的混血儿女。只是生活顺风顺水的她，唯独与正值叛逆期的妓女如何相处成了大问题。身为马雅舒的妓女阿迪亚本就对马雅舒介入自己父母的婚姻有怨言，张口就对马雅舒发出了灵魂拷问：你和我爸爸相爱是在他离婚前还是离婚后？差点逼得马雅舒哑口无言。怪不得都说后妈难当。When we are that time, that moment, we lose that feeling. 面对这样一个13岁的有着自己思想的少女，马雅舒只能花费很多精力来讨好她，还曾被她气到泪奔，真是有苦难言。马雅舒和吴奇隆虽然离婚了，但是这些年两个人的牵连却一直没有断过。而马雅舒也是完全不避讳的谈及吴奇隆。从离婚后的千万财产分割，到吴奇隆的原生家庭，以及两个人的离婚原因，吴奇隆马雅舒婚姻中为何没有孩子的话题，马雅舒的每一次热搜都还是因为吴奇隆。可见只要吴奇隆一直还当红，只要马雅舒还在娱乐圈混，
那么这个捆绑和消费就依然会没完没了。因为玛雅说的消费让吴奇隆和刘诗诗这段婚姻关于孩子的话题一直被争议不断，两人多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也是拜这位前妻所致。关注吴奇隆的人都知道吴奇隆上一段婚姻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前妻这些年靠着亲子综艺洗白之后，自己成了一个可怜弱小白莲花，吴奇隆成了抠门无能负担累累的人。不管前妻如何消费自己，吴奇隆面对镜头自始至终没有说过对方一句坏话。吴奇隆出道33年，除了前妻以外再没有任何人说过他的不是，也几乎没有任何的负面新闻。所以说吴奇隆真是一个好男人，即使离婚了也从来不恶意诋毁前任。大概是因为玛雅叔陪他走过了人生中黑暗的岁月，那些年的情谊是真的，当然爱意消退之后的背叛也不是假的，是他选择把美好留在心里罢了。而吴奇隆的人生也终于迎来了真正的光明。在拍摄《步步惊心》时，他和女神刘诗诗因戏生情走到了一起，相恋2年后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尽管两人有着17岁的年龄差，却是无比的恩爱甜蜜。没多久，刘诗诗还为他生下了爱情的结晶，组成了幸福的三口之家。比起玛雅叔当13岁孩子的后妈，娶了刘诗诗的吴奇隆真是幸福了太多。如今刘诗诗和吴奇隆一家三口也十分的幸福，一心放在照顾家庭和孩子上。我先生挺喜欢做菜的，我负责吃。吴奇隆也会经常探班刘诗诗陪着他，两人很是甜蜜。我们都能知道的，这场戏他就突然间消失了。拍之前才想起来有这场戏。近日玛雅叔的一些近况在网络上曝光，许久未公开照片的他小日子应该过得很好。素颜出镜的他虽然已经43岁的年龄了，但他的皮肤状态似乎也很好。除了玛雅叔自己单人出镜的照片之外，他还晒出了一张自己和老公的合照。因为玛雅叔曾带着自己的一对儿女米雅和艾登一起登上了育儿类综艺节目，所以这对混血姐弟的动态被很多人关注。在近况中，玛雅叔还晒出了儿女的照片，最后祝福两家生活幸福。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和建议，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喜欢本频道，别忘了点击订阅，下期视频我们再会。